你不要在我的房间。你当然不会给我机会，也不会让我进你的屋门，所以我只好先在这里等你了。这间公寓呢，是我为你安排的。我当时为了怕你一不小心丢了钥匙会很不方便，所以只好留了一套在我那儿备用。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怎么可以留一份备用的钥匙呢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很不光彩？我知道，在你的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，对吧？难道你不是吗？秦霁然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我所有做的这一切，只是为了逼那个江腾离开你的身边。我甚至于许诺，如果他离开中国，我给他一大笔补偿费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你就可以去找人伤害他，是不是？我跟他们说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动手。 锦城，看看你自己现在这个样子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，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忏悔的意思呢？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？熙然，来看看这一切，哪一点不是我为你布置的？哪一点不付出了我的心血？熙然，为了这一切，为了这段回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 靳总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这叫私闯民宅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现在，请你马上离开我的房间。如果你不答应我，我哪也不去。靳哲，你这是在耍无赖！ 我除了采取这种无赖的手段，我还能采取什么？你跟我说。好，今天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不谈，明天你再过来，我一定会让你进我的房间，可以吗？既然，明天你会为我打开房门吗？会，我的门会全部为你敞开。 可以吗？好，一言为定。你现在可以走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 喂，是莲英吗？是我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我现在拜托你一件事情，你租的那个公寓里，是不是还有一个空的房间？好，你一定要帮我租下来，我明天就搬过去。具体的原因。 我到时候再告诉你吧。好，你不用过来，你放心，我真的没有事，我会好的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你了。 林国，要是没有你这个朋友，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咱们从澳大利亚来到北京，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，一路走到今天，咱们的友谊是经得住考验的。这段时间我真是备孕的很难。靳总，你说我们以前看事情是不是太狭隘了？怎么讲？这一段我们连续栽跟头，但仔细想一想。 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在主动挑起内部纷争。你怎么看？秦霁然在主持和日本人谈判之前问我，他做的哪一件事不是从公司的大局和公司的利益出发？我们有什么理由向他和他的朋友进行挑衅？你怎么说？我无言以对。
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正当的理由，我们只是从小集团的狭隘利益出发。看来他把你也征服了。不能说征服，这次的代理事件让我重新认真审视秦其然，他确实是一个值得让我敬佩的人，我对他的确心悦诚服。我现在很自豪能做他的同事和朋友。他要是不优秀，我怎么会为他做出那些事儿来呢？金总，我比你年长几岁，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。说。你和秦其然走到今天，是你一脚一脚走出来的。出于排斥江森和陈家碧的心理，你一次又一次地伤了秦其然的心。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存了宽容之心，能够善待他和他的朋友，那么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一定是他。林国，我知道这是你的肺腑之言，可是有时候这些责任并不完全在我。这个秦其然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。秦总，这是你的私事，我不便多言，但我认为你这次触犯法律的行为实在是太莽撞。可是他毕竟为保释我出了不少力呀。那只能说明他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还有他那是从公司的形象出发。放心吧，事情还没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呢。你该明白，我秦其然连做你的邻居都感到难过。钥匙我已交还公司，现在通知你，我正在考虑接受江森的爱，好自为之。其然，其实呢，我是非常珍惜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，可是我总觉得我对你缺少感觉。其然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为了得到你的爱已经做好了跑马拉松的准备。江森，你干嘛那么执着？你看我一下，我相信早晚会有一天你在我身上找到感觉。Yeah.